你无情，你残酷，你无理取闹。那，你就不无情，不残酷，不无理取闹吗？我哪里无情，哪里残酷，哪里无理取闹？ 就是残酷，就是无情，就一二三四五六七。阿姨呀，阿姨呀！好看，今年过了啊，拍全景，替人演员上。哎，怎么了？你就在那边。镜头过了，过了。大全景，换下一场。 啊，到我了吗？ 这就是这条地方，好美啊！哎，我觉得啊，这个村子里好美啊，好美人啊！啊！导演，真没人啊！啊！真没人，我看了。快点吧！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好嘞，好嘞。现在在横店剧组就用这样的事。 快点！这个世界就是这么残酷，我都不能选。你以为你能选吗？是你很惨，你不能选，但不代表你能上天海里杀人放火啊！可我呢？这是影帝，演的真好。当年在泰国，我那把枪没子弹的。 我要在你们两个……有点热。嘿，我就不明白了啊，怎么我就像女人了啊？我怎么就像女人了？我哪点不像男人？告诉我，老子可是纯爷们儿，好不好？我这么男人，他们说我像女人，开玩笑呢。什么情况？你什么情况呀？我去！哎呦喂，真的是！如果5年前我选你，让俺出去死。 老子可是个纯爷们儿，刚才不是跟你去拍那个戏吗？拍完之后，一个副导叫我过去串了一场戏，非让我演一个女人。哎，演就演吧，还被一个胸毛大汉给欺负了。
月影实在受不了。可以呀、啊，你艳福不浅呢。恶心死我了。雪儿，你就知足吧。你看我都好几天没戏拍了。您呢？您就先把您那标准流利家乡话换成普通话再说吧。雪儿，咋说话的？我普通话咋了？说不定下次张艺谋在河南拍电影，我就是男主角。河南？张艺谋找你拍电影？做梦呢你？吵什么呢？有什么好吵的？有这功夫，还不如多看看电视，学演戏呢。洗脸去了。再学演戏，你也当不了影帝。哼。我相信总会有那么一天，成功会离我们不远，只要靠自己努力向前，我相信美好的明天。老师，到您了。啊，来了来了。哎哥，你说他这能演好戏吗？嘘，小点声。他是制片方的人，都对不起他。好了没有啊？好了好了，老师。哦，制片方是干嘛的？就是大老粗，就会花钱。但是凡事你都得听他的。你说万一这咱要是不小心把他给得罪了，什么情况？你可千万不能得罪。哦，你到剧组里面，你就应该知道剧组里面一切的规矩。还有规矩？都什么？当然有规矩。就比如，把烟掐了，组里面就不能抽烟，抽烟是要罚款的。哦。还有，你这黄头发必须是黑头发，否则你接不到戏的。嗯。哦，组里面让你坐哪儿你就坐哪儿，千万不能乱跑。万一到你拍了，你人不在，你肯定挨骂。像他那个演员椅，你绝对不能随便乱坐，万一坐了腕儿的，肯定骂死你。哦，行，哦，那行吧，那哥，我以后跟你混。别别别，咱们互相学习，好吧？哎，好，行。你这么说，好像你说对了。你救了阿秋，他们一家可以团聚，你也功德圆满了。但是为什么你救的不可以是我？思维，如果当年我选了你，让阿秋去死，你觉得这五年你会过得开心？五年，五年，你知道这五年我是怎么过的吗？你知道吗？陶哥，陶哥，你没事吧，陶哥？陶哥，我太感谢你了。今个我学到了可多。陶哥，我敬你一个。别客气，咱们都是兄弟。再说了，帮你的同时，其实我也学了。谢谢陶哥。对了，陶哥，你几个演的演的咋？哟，哎呦，咋？你们俩干嘛呢？哎，又吃烧烤！我说了多少遍了，不要吃烧烤！你们演员会长胖的，好不好？要我吃，秋儿，你坐下来，你坐下。我跟你说，今儿我特别开心。陶哥，叫我演《扫毒》里面张家辉跟刘青云那场戏，太过瘾了！这是我从影以来演过最过瘾的一场戏。
从影，你这算从影吗？九，你看不起谁了？我是个演员。你别老这么说，你是专业学校毕业的，你体会不到的。商家很努力的。我知道他努力。吼吼吼！演员，你就是下一个王宝强。你，九。我们说好听点是演员，在外人眼里光鲜亮丽，可实际上我们自己过的什么生活，难道我们自己不知道吗？中国有那么多演员，我们能聚在一起，为什么就不能一起奋斗？再说，我们是兄弟，如果兄弟都不能当兄弟。我跟你喝。喂，哥，真的吗？有时间，有时间。好的，好的，那明天见。哎，怎么了，头？什么事儿？接了个大角色，50多场戏。涛哥，真的？这事靠谱吗？这次一定靠谱，那个副导演对我特别照顾。明天见导演。太好了，喝酒，恭喜涛哥。来，强，我是个演员，演员，演员。冷静点，青青，你别这样，青青，青青，你冷静点，青青。怎么了这是？哎呀，青青怀孕了。男朋友要她生下这孩子，不然就要分手。扶她起来。学姐，我们也劝老半天了，她偏就听你的，你好好劝劝她吧。我不甘心，我不甘心，姐。我为了当演员，家人不理解我，爱人也不理解我，我这个青春都葬在这里了。姐姐，我都知道，所以你更不该这么伤害自己。你听我说，他没有不要你，他没有不要你，他一定是因为太过爱你。他太想要你，肚子太大。他跟我们一样，他等了16年，他等了16年。我们这些人，我们为梦想都放弃了什么呀？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你冷静下来。演一些10场戏、20场戏的小角色，你现在就算大掉孩子，你能保证以后会比现在好吗？你能保证吗？现在不要让我选择，不要让我选择。你听我说，暂时的放弃，并不等于失去梦想。强儿，这么早你就进组啊？青青怎么了？他走了。走了。
怎么了？去哪儿了？他可能再也不会回来。你觉得我们能成功吗？成功？什么是成功啊？成功啊，就是做大明星啊。我从来没有想过，我只是想做一名演员。可是做演员不就是为了成为明星吗？明星和演员是有区别的。你的资料导演看了，尤其是那一张梳着马尾的照片，特别符合咱们导演心目中女一的形象。但是啊，这行女演员那么多，都等着上戏，所以说这行不好干啊。光有个漂亮的脸蛋儿那不够，得聪明一点，目光啊得放得远一点，该牺牲的时候就得牺牲。想一想，走，带你见导演去。聪明。这孙子还不接电话呀？副导，副导，人来了吗？哎，来了，来了。九，电话响了。九，接电话。九。大爷，副导演滚过来！哎，演员来了吗？哎，马上来，马上来！多少场戏了？一直等啊！稍等，稍等。导演，演员来了，坐坐，姑娘。我们这个戏啊是个文艺片，你要是能参演的话，对你以后绝对是有帮助的。那我们直接试戏吧。剧情是这样子的啊，男一号的朋友呢给男一号找了一小姐，男一号呢放不开，但是这小姐啊她是一个熟手，来你看看怎么表演一下。我还没准备好。哎呀，演戏吗？来来来，你过来，我教你，我先带你录下戏。你是个演员，永远不要忘记自己的身份，不然以后想往上走还是趁早死了这个心吧。哎，你过来，我教你。导演，我能先看一下剧本吗？我是导演，戏都跟你讲了，不比剧本清楚吗？你是不是不能演？不能演，后面人还多的是。没事的，不用怕，做演员这行，这关迟早要过的，不然到时候实拍怎么办呢？来，过来。你回去想好了再过来吧。美术部门这次一定要提醒一下，千万不要像咱们拍这个电影版一样，置景置得一塌糊涂。还有就是，哎，汤来了，哥，
这是我们导演李导，这是演员江涛。你好，你好，李导，坐。这就是上次我跟你说戏演的挺好的那个。行，就定他吧。谢谢导演，谢谢导演。哎，涛哥，恭喜你啊，接这么大角色。谢谢啊。恭喜涛啊。来来来，来吃饭。哎，吃饭都不叫我，你们真行啊。哎，行，吃饭吧。我就知道那涛哥接个不日常的戏，那造化的事，就涛哥这演技，下一个影帝就让涛哥了。什么影帝啊？不就是一无场破戏吗？你干嘛呢你？这么开心的事儿，来来来来，大家吃饭吧。九儿，你咋说话了？什么烂戏？你倒接一个看看。你说我接不到戏？我今天告诉你，就你这样的，你一辈子别想接到戏。我怎么了？我今天实话告诉你，你就不适合做一个演员。停！你说什么呢？不是你们也都说他不适合做演员的吗？够了，有完没完？你们觉得你们这样是为他好吗？行行，涛哥。你们也是这么想的吗？张翔，其实你接一个带词的特约还是可以的。哼，我走，我走，我不连累你们，张翔。你为什么可以说杀人自尊心的话呀？喂，哥。今天好好的一个饭，被你闹成这样。我说的不是实话吗？好。我的角色没了。这样你开心了吗？你角色没了，关我什么事儿啊？关你什么事儿？你少说句话会死吗？我就会死，怎么了？后肩短，我已经忍你很久了，我看你不爽了。天天不思进，你把影帝影帝换嘴边，你是谁呀？要演技没演技，要颜值没颜值，笑得土鳖啊！我告诉你，我告诉你，比你强多了。有多少人说我形象不好，不适合做演员？可我从来都没有想过放弃，因为我知道演员对我意味着什么。我知道，涛儿。其实今天我不该说这些话，但是你知道，我说出来。都是为了张翔好啊！这些我都知道，可是有多少人说我们不行啊？是啊，我们什么时候是个头啊？走路算一步吧。喝酒不叫我们。哦，嘿，自己喝独食啊！来，让拿酒。来，来，一起干一个。喝酒，干杯！你们说，为什么我们的梦想就掌握在别人手中？
我们什么时候能自己主宰自己的梦想？对啊，哎，你说，为什么我们不能自己为自己写一部戏呢？哎，可以。是啊。对吧？哎，这个可以。怎么做？还是喝酒吧。啊，来来来，喝酒，来来来，喝酒。我相信总会有那么一天，成功会离我们不远。只要我们很努力向前，我们就会有美好的明天。我相信总会有那么一天，成功会离我们不远。我相信总会有那么一天，成功会离我们不远。只有靠自己的努力向前，我相信美好的终点。我毕业于中国省亮相表演班，我是女演员。我是一凡，我要成为和周迅一样火的明星。我是佳佳，我要彻底忘记过去，当一名好演员。我要做像梁家辉一样，我们一起努力向前。我是梁雪，我要一辈子跟影视圈死磕到底，我要自己主宰自己的梦想。后面点，哎，给我吧，这边这边啊。好。哎，这怎么少个人？副导。哎，导演，对不起，导演，有一个特约呀，还没来，打电话催好几次了。就一个小特约，还迟到，不行就换了。这个是联系的，导演。连什么戏啊？不行就改。导演，对不起，我早上有点事，气犯了，对不起大家。化妆补妆，哎，来了，换衣服走线。你能不能行啊？哎，站好了。小雪，来，快点，快点，快点。老师，咱们走一遍好不好？来来，走，三二一，走你，走，很好，很好，很好，来来，再走。别难过了。对不起，老师，今天耽误您时间了，真的很抱歉。在剧组啊，迟到确实是犯大忌，更何况你现在刚刚起步。但是，下次别这样就好了。我只是恨我自己，怎么可以犯这样的低级错误？其实你能这样想啊，就说明你是一个很有上进心的人吧。哎，你知道吗？剧组耽误几分钟，要损失好几万的费用。导演其实挺不容易的，要操心这个，又要操心那个。导演人挺好的，一会儿他不忙的时候，你去跟他道个歉就好了。谢谢老师。哎，你知道吗？我刚出道的时候啊，哎，你别看大家现在这么尊敬我，其实我刚出道的时候，完全没有你现在表现好。就是那种，你又很想演戏，但是一开机就紧张，然后各种说错词儿，一天被导演骂好几次，就是反正不如你现在。你们不会是为了安慰我才这么说的吧？肯定不是啊。但是我觉得时间可以治愈一切，都会过去的。那。老师，我想问您一个问题。您觉得像我这样的演员，有没有可能可以做一部属于自己的戏呢？我觉得可以，只要相信自己就可以啊。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梦想，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实现。距离青青张强的离开也已经有一个多月了，我们这些留下的人还能坚持多久呢？我们能坚持到梦想实现的那一天吗？生活会一直这样百无聊赖地过下去吗？我们会不会一辈子只能做个小特约呢？我该做些什么？至少该前进一步，至少不应该像现在这样。上次那确实是特殊情况，您千万别介意。然后今天请您吃饭就是给您赔个不是。没事儿，人都是小事儿，我跟导演熟，说几句好听的这事儿也就过了。不过以后啊，这事儿可不能再发生了啊。一定不会，一定不会，您大人不计小人过，宰相肚里能撑船，您不介意实在太好了。来，我再敬您一个口。哎，您说哈，咱这个戏呀，后面角色特约还很多，你是小伙子人不错哈，以后。哥，怎么了？啊，朋友喊我过去吃饭呢。你刚来啊？我就不去了吧。那多不好意思呀。要不这样，你问问他，看他有没有吃饭，没吃的话，把他叫过来一起吃呗。哦，那我可就不客气了啊。你别客气，你千万别客气。导演，这个角色。肯定是我的了吧？放心吧。哟，来了呀！来来来，坐坐坐。哎，随便随便点啊！你里边坐。来来来，随便点啊，甭客气，想吃什么点什么啊。行。来喝。好嘞。哥，那个我先去个洗手间，马上回来啊。去吧去吧去吧。哎，涛，现在能不能就点钱？这人谁呀？就一傻逼。我以后还真还用他呀，就是一付账的冤大头。大家啊，今天放开了吃啊，甭客气都，随便点啊。行，老哥别说了，别客气啊。来来来。哎，我电话，给我，我手机给我。喂，哎，刘哥。哎，好，啊，行，啊，明天见，嗯，拜拜。佳佳，我要演女一号了，我去补个妆。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脱轨438，你演女一号，对呀、啊，羡不羡慕我？说不定拍完这个戏我就火了。那个剧组我去过，那个剧组，你是不是？我怎么了？没被选上你嫉妒？你是不是跟咱俩睡了？胡说什么呢？我问你是不是跟咱俩睡了？你什么意思？你自己选不上，你怪得了谁？你回来，你把话给我说完了。佳佳。佳佳，你怎么了？佳佳，我怎么了？佳佳，
好好休息啊。怎么样？我朋友没事吧？没事，还好。谢谢你，谢谢。现在怎么样？没事就好。我看你呢也破了相了，估计演员也做不成了。要这样，我这有一个整容医院电话，你去试一试呀。九，胡说什么呢？不吉利。我这不开玩笑呢吗？啊，既然虚惊一场，这天也很晚了，咱们就不要待在这儿休息了。明天回去，留下一人陪他。我来，我来，我陪他。那你呢，佳佳，早点休息，我们明天再过来探你。走，佳儿，走了，赶紧好。徐总这边有点事儿，麻烦您来照顾一下佳佳。哎，好，嗯，快点啊。事儿耽误了，来了，坐。你被换了，什么意思啊？你被换了，听不明白？不懂啊？就是因为你迟到，老子让制片人骂得跟狗一样。看看你自己什么段位，你迟到你配吗？真以为自己是女一啊？啊，现在女一这么不值钱了吗？这女一怎么来的心里没有数啊？睡来的吧。导演，我去找导演去。你回来。你找什么导演？就凭你还找导演？你配见导演吗？这个死骗子，放开！我找导演。你是不是疯了？找导演，自己心里不清。
这是一个关于小人物的故事，也是我们共同的故事。八年前，我们聚在一起，寻找着属于我们共同的梦想。几个月前，一凡潜规则得来的系失去后，佳佳在大家的开导下也开始好了起来。两人大学至现在的姐妹情谊，经过此事后反倒更近了。我们这一群人因为各种原因离开的，我们会在这儿祝福，留下的我们会更加珍惜。这一路上吵过、闹过、哭过，我们彼此陪伴，共同成长。很多人都说放弃吧，像你们这样的小人物多得数都数不清了。但是你不去争取，又怎么知道自己不行呢？剧本也接近了尾声，小人物有大梦想，虽然这个梦想现在还只是梦想，但是我们都没被现实打败呀，我们还在坚持，相信上天不会忘记那些没有伞还在拼命奔跑的孩子。我怎么样？我没有故意害过人，我没有把人家要吃的饭一抢到我自己的碗里，我同他们一样挨欠，我想办法弄钱，可是我弄来的这些钱是我牺牲过我最宝贵的东西换来的。我对男人尽过女子最可怜的义务，我享着女人应该享有的权利。娘娘，娘娘，你饶了我吧！娘娘，娘娘，我知道错了，你就饶了我吧，娘娘。本宫才是皇后，总有一天整个后宫都是我的。记得我们第一次上大学的时候吗？大姨妈来了还穿一白色裙子，都透了自己都不知道。所有男生都对你指指点点，还是我告诉你的呢。你还好意思说呢？你记不记得我们在香山拍戏的那次？啊！哎，不要提了，好丢脸！你上厕所没带纸，当时所有人都收工了，给我打电话说：“喂，佳佳，我好害怕呀，你快点过来。”我当时真的笑死了。不不不，当时不是我一个人，还有条狗陪着我呢。那你有没有跟他说话？你说汪，他说汪汪汪。佳佳，还记得我妈去世的时候，我当时告诉你说我没有亲人了，你对我说你就是我的亲人，我当时特别感动。我想告诉大爷一个好消息。什么？说。对，快说快说，学姐。还记不记得上次九说，我们可不可以一起自己做一部片子？梦想是不是应该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呢？嗯。那个剧本我写好了。哇，厉害了，我的姐！来来来，我们敬学姐一个。学姐辛苦了，辛苦了。不过片名呢？
我还没有想好，我觉得片名应该由大家来取。这个片子不是我一个人的，而是属于大家的。投资方我已经约好了，明天你早就去见。哇哦！我觉得咱们的片子应该叫 We are family。 Family 什么意思呀？哎呀，我们是一家人。嗯，梦想的天使怎么样？哎，太土了吧。我觉得应该叫我的梦想我做主，怎么样？怎么样？不是，这太俗了吧。够了。哎，我觉得这个名字还是让雪来取比较好。嗯，那行，那我最近好好想一想。好，哇塞，来来来来来来。马总，这地方可真难找，你怎么在这儿啊？来，坐。好，谢谢。水。你看我们这环境多好。这个地方是还不错。马总，上次我跟您说的剧本，您看的怎么样了？哎，先不聊剧本，你看我们这环境那么好，咱聊聊人生，聊聊理想，好不好？真挚的爱情放在我面前，我没有好好的去珍惜，直到他失去，我才觉得后悔莫及。如果上天能再给我一次重新来过的机会，我一定会对那个女孩说三个字：我一定会对那个女孩说，人是人他妈生的，妖是妖他妈生的，人和妖生出来的就是人妖。我受不了你了。曾经有份真挚的爱情。小姑娘，我看着题材不错，挺好的，但你们的演员肯定是不行的了，一个明星都没有。当今社会啊，没人看呀。冯总，我这个题材是真实存在的，故事说的就是他们，而他们本身也就是演员，出演这些角色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再说，也不一定非要有明星才能拍出好作品呀。想当年，徐峥、黄渤他们也……哎呦，小姑娘啊！他们这些人不火，
谁认识他们？是不是？不就是火了吗？大家才知道他们的作品。小姑娘呀，回去想想吧。你说，雪玉弹这戏，到底能不能弹成啊？没事，看着。涛，没事，你们一个个都看着，红上来了。你知道吗？常家辉演了20年的戏，才凭借这部《证人》拿了人生中的第一个影帝。你知道他是怎么拿的吗？付出的常人难以想象的坚持和努力。那到底雪能不能成？一边想去。哎，雪儿，坏了！怎么样，成了吗？挺好的。哎，雪儿，你太累了，辛苦了。来，坐着告诉我们这怎么回事，好吧？不用了，我那个今天有点累，我想先回去休息。哎，学姐回来了，学姐怎么样？拿到钱了吗？是啊，差不多了。是吗？那资方怎么说？什么时候把钱给我们啊？资方说题材挺好的。那太好了。故事也不错，演员怎么样？雪，拉到没拉到？不好意思啊，这次我们合作不了了。你的角色被制片人给换掉了。穿过幽暗的岁月，也不是我演的。瞬间才发觉脚下的路，心中那自由的世界如此的清澈高远。我是不会让你当演员的。我当演员怎么了？这是我的梦想，狗屁的梦想。蓝莲花见涛了吗？他不是说去戏上了吗？他今天不是没戏吗？不让你打电话问问吗？
是不接电话？好无聊啊！我们是不是会一直这样啊？雪儿，咱们的戏有戏了，咱们有钱了。多少钱？100万，咱们拍电影的钱。100万？你哪里来的钱？你就说100万够吗？100万？你到底哪里来的钱？这你别管了，反正不偷不抢。是要伟大，更因行动而成功。有句话说得好，如果你知道你要去哪，全世界都会给你绕路。坚持是种无限的能力，只要我们相信自己，一切都难不倒我们，对不对？对对，说得好，说得好啊！太精彩了，爸，叔叔好。你还知道有我这个老子？啊！你说你在外面都干了些什么？爸，竟然把红房给卖了，跑过来拍什么狗屁的电影？爸，你听我解释。要是心里面有我这个老子，现在立马给我滚回去，要不然永远别回这个家门。叔叔，爸，叔叔，爸，我错了，可是，你还有脸说你错了？跟你说了多少回了，做演员是没有什么出头之日的，爸。我就是爱演戏，我做演员惹到谁了吗？演员，我看你是疯了！赶快给我滚回房间去！滚！你说，没想到涛居然能有这破脸，居然把房子给卖了，看来我真是小瞧涛哥了。哎，你们说，他该不会是富二代吧？我觉得有可能。应该不是吧？不对，也不太像啊。饭了，你好几天没吃了吧？金次方失败后，涛卖掉了家里给他准备的婚房，拿了100万给我们拍戏。事情暴露后，他爸带走了他。我不知道涛是不是富二代，我只知道他是我们的一份子。他对演戏的热情不亚于我们中的每一个人。我们的生活又回到了原点，我不知道未来会怎样，但是我们不想要过现在的生活。现实总是有那么多的不如意，梦想对于我们来说又是那么的遥不可及，但是没有梦想，我们活着的意义又在哪里？我不明白，想做一名演员怎么就这么难？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得到家人爱人的理解？一个人想要追求自己喜欢的，真的就是大错特错吗？
梦想终究都会屈服于现实吗？爸，这几年让您操心了。我想跟您说，我真的爱演戏。我求求您了，爸！你还给我提演戏？这个没出息的东西！孩儿，这姑娘找你的。你怎么来了？叔叔，我是来给你解释的。你是谁啊？我是这个电影的编剧，也是涛的朋友。我们都有着共同的梦想。那就是当什么狗屁的演员？是的，我们是想当演员，因为我们喜欢。我们热爱，我想叔叔在年轻的时候也一定有过梦想。你别跟我来这套，告诉你，我是不会让我儿子当演员的。爸，我不当演员我会死的。你做演员一辈子会没有出息的，那就跟死了没什么区别。叔叔，其实我今天来不是想让您出钱为我们拍这个电影的，我只是想让您知道，在这个社会上有很多年轻人像我们一样有着不同的梦想，或大或小，在这个城市的每个角落努力地打拼着。我们谁都不知道我们的梦想到底能不能实现，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想要什么，苦点累点我们都不怕，但是如果没有了梦想，活着还有什么意义？爸，您就成全我吧。孩子呀，你怎么就不理解爸爸的苦心呢？
过这么多年，这么辛辛苦苦，我为了什么呀？不就是为了你吗？你妈妈走得早，我是既当爹又当妈，我容易吗？啊？你说你从小到大吃的穿的喝的哪个都给你买最好的，让你上最好的学校，老爸是不想让你受半点委屈啊。你不觉得您这样很自私吗？你有没有想过他想不想要这样的生活啊？您阻碍了他的梦想，那就是让他受了最大的委屈啊。梦想能值几个钱？那你现在这么有钱，你幸福吗？你过得幸福吗？幸福吗？对，想当初我和他妈妈也是怀着一腔的梦想，只可惜他们你们真的是要拍电影？你们的梦想啊！我们一定会努力的，我们一定会努力的。涛，我们爷俩要约法三章，如果一年之内你混不出个模样来，你要乖乖的回来帮爸爸打理生意。放心吧，爸。成功。欢迎大家来到电影《一个演员自我救赎》的首映礼现场。那么这部电影呢，是根据我们几个热爱电影的年轻人真实故事改编。那么接下来有请我们每位演员为我们大家讲几句自己的亲身经历。这是一个关于小人物戏中戏的一个故事，就是一群心怀梦想的一些小演员们，然后在这边发生的一系列的一些真实的故事。有些人坚持着，有些人离开了。希望大家有梦想就一定要坚持，珍惜你现在可以在这条路上走下去。所以说在这条道路上呢，我会一直继续走下去啊，无论走到多久和多远，我都会坚持自己的梦想。是我，男一号。对整个团队的评价，我觉得是非常的 OK。写这个剧本倒真的是在我出乎预料之外吧，很意外。然后跟一帮朋友在一起，在这中间呢，没有任何人问我这个剧本到底写成没有写成，应该是一个多月以后吧。我写完了成片，但是我没有告诉大家，因为当时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找到资金去拍这个片子。碰到我这部戏的这个出品人，然后就是还蛮信任我呢，然后给了我这样一个机会。实际上很多人都说跟那个陆永雅有点像，但我觉得不是那么的像，因为他可能是比较写实的吧，就是反映这个真实的这个现状。但我们的这个片儿更多的是讲这个
现实生活中用这个演员这帮群体来去说这个大社会的一个年轻人也好，这个大学生也好的一个追梦的这样的一个故事，也让我们就是在拍摄当中能感受到很多的温馨和拍电影的情怀。大家好，我是何佳，在剧中饰演佳佳。那其实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是在饰演这个剧中的人物，而是这剧中的人物他就是真实的我们自己。电影分好坏，有些电影是一个不是那么好口碑的，这个电影我们是用心做的，所以说真的希望观众您能看下去，看到最后你会发现你收获的会很多很多，会让你更有干劲，更有冲劲，为了你的梦想而努力拼搏。我们这个戏是关于梦想，我是感觉有梦想就要坚持，有梦想就要去追，所以说你要看这个戏绝对没有错，它是奋斗青春梦想的，所以说你不能错过。我在这儿呢想跟大家说一句，只要你有梦想，只要还有希望，就努力的向前去追。还有我想对戏里的青青说一句，别怕，我会带着你的梦想走下去。谢谢。大家好，我是演员邢瑞哈。我是化妆师小冉。大家好，我叫王玉华。团结性很强的一个班底，然后希望这部戏也能大卖，点击率过亿好了。我相信美好的明天，我相信终会有那么一天，成功会向前，我相信美好的终点，我相信终会有那么一天，成功会离我们不远，只有靠自己的努力向前，我相信美好的明天，我相信终会有那么一天，成功会相信美好的终点。哦哦，让我们一起努力向前。哦哦，让我们一起努力向前。哦哦，让我们一起努力向前。你无情，你残酷，你无理取闹。你就不无情，不残酷，不无理取闹。我哪里无情，哪里残酷，哪里无理取闹？你哪里不无情，哪里不残酷，哪里不无理取闹？没事，导演，我们自己来。谢谢导演。